家好，欢迎收看邦尼演瑞视频的第一次直播，我是妮娜，我是尤莉亚。朋友生日快到了，都不知道送他什么。妮娜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可以送包包或者是饰品、三 C 用品，都应该是蛮好送的。我还是不知道他需要什么。像你朋友平常喜欢什么呢？还是兴趣是什么呢？我是知道他超迷韩剧的，但我都没在看。你知道谁是谁，谁又穿戴的什么？我真心觉得你问对人了，因为我真的超爱看韩剧，像我妈真的也很爱看韩剧，我都跟着我妈一起看。那太久远的我就不介绍，什么蓝色生死恋，那真的太久了。像是这两三年来，主角太阳、继承者、皮诺丘，还有制作人、奶酪陷阱，跟最近很夯的太阳的后裔，我都是忠实观众哦。太好了，快点告诉我可以买些什么。你真的很夸张哎。我们家有很多韩剧的饰品可以挑选啊，需要我一个一个为你介绍吗？拜托拜托。好啦好啦，像最近卖到翻的《太阳的后裔》，跟你说这一款呢，就是他跟刘大宇去看电影约会戴的时候耳环，这一款超美的。然后接下来这一款，它一上架呢我就去买了，它真的戴起来超美的，我还有卖给我妈哦，你要看吗？被你这么一说，连我都想买来戴戴看了。很快买啊，这真的很抢手哎！还有这一款，我觉得它这是必买的。像他们去见阿拉伯议长的时候啊，我记得宋慧乔好像是穿红色衬衫吧，然后搭的就是这个造型的项链。然后没想到我们家又卖这一组耳环哦。你真的很强哎！到底是在看韩剧还是在看视频啊？我想这应该是职业病吧。为了要开发更多的款式，更多的选择给我们家的粉丝啊，只要是饰品的事情当然就是我们的事情啊。粉丝们还有想要买什么饰品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别忘了今天的直播有留言赠奖活动哦，在影片下方留言回答我们今天总共介绍了几样商品，就有机会获得太阳的后裔雪花星芒耳环。总共抽出十名幸运粉丝，抽奖结果将在明天的下午6点公布在粉丝团。那记得去看哦。然后，因为端午节要到了，然后我们也是要放年假。然后，如果出货速度啊、客服回应慢的话，请多多包涵啦，不要骂我们，不然我们会真的会很难过哈。拜托了，谢谢，拜拜，赶快去吃午餐吧，拜。